吼，你要去参加活动、参加热身吼，你著行路去就好啊。吼，唔免讲吼，著搁开车、搁坐车，安怎是？安尼是，著对遮是大啦，真歹势，无准备对吼。啊，过来咧，咱六零咧，你无相，咱后来六零拢讲三大课程啦，一种就是你爱知影课程，叫做人生课程。什么叫做人生？就是讲要出一个基础吼，一个家庭。咱咧讲什么叫做用心咧？老爸老母嘛，啊，顶辈阿公阿嬷，过来你了到这样子相处。啊，你若无老爸老母，啊，老爸老母对阿公阿嬷无友好，这个家庭就破。啊，所以叫人生，就是你爱知影。过另外一种啊，就是平时的好运啦。我来遮。啊，逐日来咧上课吼，真艰苦个课程吼，伊嘛无兴趣啦。来先，我是毋是对上面有兴趣？我来健下，我来运动，我来唱歌，我来跳舞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兴趣个课程。啊，有遮课程，你毋通上，逐日拢要来。啊，无个先，个早时来含个老东西、老兄弟，啊嘛讲东讲西嘛足快乐个。这就是上基本个就对啦。啊，过来咧！你来个先吼，你变做来只有东有西吼，你煞变师傅了。啊，你师傅咧，你用几工？啊，你用出去表演红红吼，这个都贡献服务啦。那就先做咱这边来咱这个华盛奇啦，旁边华盛奇轮，遐孙吼，安尼互动。啊，大家咧讲吼，哦，这管家己，遐囡仔会安怎？讲遐囡仔足温顺嘞，遐囡仔足好个。我逐年拢去，拢有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即嘛是人华盛奇人办什么活动，就咧邀请咱遮时代来，邀请无大件，搁请些互咱坐，搁无大件，然后搁送一个红包给伊。安尼华盛奇人哪有坏？遐囡仔哪有坏？吼、哦，我讲在淘宝街啊，过去，哪会无人要安尼做？迄个对遮孙吼，种错误个，诶，即个观念。啊，咱今仔去养老院，带遮时个去养老院看看，着来安怎嘞？去养老院看迄养老院吼，拄啊两点，互伊感动，互伊安尼感觉真做食老人安尼是真无错啦。第一点就是，因为伊一个养老院内底话一个。照顾人员，爱照顾十个人，啊，十个人也爱甲细汉母啊，甲饲饭，即嘛饲饭十个，就即个一点钟内底变来饲个，啊，结果从公司啊两下讲个，啊，即个养老院即有啊聊讲话，啊聊起来啊就红红票，哦，安尼就是甲讲话，吓，这是饲饭讲，啊，因为你十个人少些母会去嘛，啊，就大家拢安尼讲个，啊，即嘛细汉母嘞。十个拢烫白白，用水甲呛，呛呛个三分补甲安尼，甲迄个甲洗洗，搁用水呛呛个。啊，伊就爱甲负责去十个切落打，甲洗，甲伊喏配料煮啊，搁甲伊穿衫，看台有偌久。吼，啊你安尼先，是不是？你用烫白白，伫遐咧煮水个时，你食到你有尊严无？你咧食饭个时，人望同时啊，甲你动。你有尊严无？无啦，所以是只爱顾家己个身体。你若顾，你就变安尼啊！安尼个身体叫天天袂用，叫地袂灵啦。吓，安尼啦，啊就可怜。所以全世界拢知影讲即款情形，所以老大人咧要爱互伊健康、快乐过日子，叫做成功老大。你家己要食饭，家己有通去底。哦，啊，食食是看过细，叫做储存啦。哦，啊，你无个是有啥物储存好大？伊在做咧文成，搁活咧一十年嘛，无意思。我一个同学，杨子个老师教英语个，教英语个是赚六间厝，六间楼厝。我个囡仔要学英语，我请伊来，去做伊个，是三十几年前吼。伊到伊个一个月是5000块，我迄阵二三个囡仔，我一个月都爱还5块。啊，
爱来看到我大个个场所，讲好啊，你若讲爱遮大间，吓，我个地也有大间嘛，啊，建筑有差不多四百多岁嘛，哦，啊，伊有六间厝，结果伊住一间啊，靠阿妈，爱在阮阿吼，换去较大间咧，做对，咱会知影吼，拢上天营养不良，咧洗面膏也是去换到，换到煞变十五人了。啊，所以算唔死了，啊，唔死就是拖，就是拖，活到尾诶，一个月日日请三个看护啊，啊，伊六斤拿住拢袂了，那袂